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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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其实大家在看那个论的时候会觉得不太好懂哈。那其实他要阐述的那个道理其实蛮简单的，他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无常啊哈，这些还是在有对世间法的一些描写。好，那在这边呢，他已经这个段落的部分，他已经在告诉我们就是一切如幻了。好，也就是一切。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啊，好，我们都会连无常也不是，就是无常它是一个我们形容它好像就是有个无常的存在啊，可是其实在这边它连无常的一个存在，它也把它怎样，就是要大家就是连这个执着性也不要再存在着了，哦，因为这边他要讲的就是一切无实体，一切如幻的一个道理在了。好，那所以一般大众有一些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好懂哦。因为一般大众对于那个总是还是要有个东西执着握着，好，那这样才有感觉到就是那个就是这人的一个习性啊，哈，这是人的一个习性，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稍微再从这一段，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哈，同学就能够比较深一点的一个了解。那这边讲到云何观三宝哈啊，云何天意术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天意术的部分哈。天意术就是天上的一个如意术啊，吼，那个天术的话，就是诸天有术吼，随天意转，所求皆遂，故得名也。吼，好，也就是一切的怎样，就是像这棵树一样，就好像是所谓的怎样天意术啊，吼，一切如意啊，吼，一切如意哈。那三宝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运行啊，哈，也是一样，哦，所以我们所有说的就是对佛法身的一个恭敬，就是这个样子哈，因为它在也是一个规则，有没有？所谓规则就是我们可以依循的一个对象哈。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可依循的哈，那也不晓得人生当中像。在茫茫的大海当中，我们不晓得要往哪里去，所以法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最重要的。那法呢？如果我们想看看哈，像曾经就有那个人家说，哎呀，上课有时候哈，啊，礼拜几上课哈，会忘记哈，那我们就开玩笑讲啊，那可能就是讲法的一个轻重缓急是怎么样的一个排练方式，对不对哈？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法会排在最前面哈，再怎么样你也不会忘记。哦，那举例就是说，各位同学在发薪水的时候有没有哈？会不会忘记今天是初五要发薪水？绝对不会嘛，对不对哈？同学在领薪水的时候，一定今天就是初五啊，我要领薪水了。对不对？好，那可是有些会听，忘记了啊，今天要怎样啊，忘记了，哦，这就是我们对法的排的一个怎样轻重缓急，哦，那现在呢，哦，就是真正的要实际上就是把法用在就是自己的一个精进跟修行上的人，其实还是有限的，啊，那数量上还是有限的，啊，所以那个三宝就更加的重要了，对不对？一个规则在，啊，那同学才有一个因循的对象啊，对不对？不然的话，在这个就是累生累劫的轮回当中，茫茫的大海当中，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啊，所以他这边的三宝名为规则，啊，那如来出世呢，示现有三宝，好，那
有三宝，所以有所谓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对不对？哈，那有这三皈，然后所以怎样？有五戒，哈，那就持五戒。五戒就是不要去杀盗淫妄酒嘛，哈。那一得弹指，一得随意，哈，那所修随意所得啊，哦，所以如来一名，这个叫做如意三宝。哦，那如果我们可以以这三宝为规则的话，自然就可以就所谓的怎样，一得随意所修，随意所得。哦，所以三宝就好像这一棵怎样天意树嘛，对不对？好，我们知道这棵树呢是你有所求，那它就会这样变现出来，所以叫做天意树啊，就如意嘛，如大家的意。那三宝也是啊，好，三宝是我们在这世间当中啊，哈，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依循规则啊。哦，所以一般我们在求法的时候，那轻重缓急，如果我们分得清楚的时候啊，哈，我们会把很多东西给排除掉，我就没有所谓的那个所谓的那种，就是哎，到底就是时间上的一个讲，那个有没有时间的问题哦。所以现在一般哈，在那个世间当中哈，其实也许一般大众哈，在世间法当中，就是已经有很多的一个，有些除非你真的感受到，就是说在生活上面，你已经觉得累生累劫当中的轮回这个东西已经有一种这样急迫性了哦，不然的话哈，一般大众还是会轻重缓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佛法的部分就会把它排在怎样比较轻啊，好啊，比较不急的那个方面，好，所以在这边他就讲到啊，哈，那个三宝为这样规则哦，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啊，哈，不管你在做什么的一个这样可依循的一个法哦，一个，就好像我们那个同学地球在绕的时候有所谓的规则啊，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人世间当中整个法界当中的那个规则就是在三宝上面，也就是所谓的佛法僧。好，那这边在讲到啊，哈，云何众生如意啊，哈，就是能够随意啊受三皈五戒。我同学觉得受三皈五戒好像很容易，对不对？有这么容易吗？哦，这位同学要去做一个思维哈，能够受到三皈五戒的大众，其实也是应该有很有福报啊哈。曾经有一次啊哈，就是我们那个师父去高雄讲课啊哈，那刚好到一个面摊啊哈，那个面摊的那个师姐就说：“哎呀，哎，师父你不知道啊哈，那个蛮神奇的哈。他前几天才看到，就是我家师父在那个电视上讲经嘛哈，然后他才想说啊，如果这个师父来的话，我就皈依他。好，那过几天那刚好师父就刚好去那附近讲经，然后就那个刚好那个面店的那个老板就是那个皈依师父啊哈，所以这个其实要有他的一个因缘性，他要有他的一个福报哈。一般的人都会觉得好像很容易哈，可是其实这个能够得到执法的，就是说你能够得遇执遇佛法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哦。就好像是像那个在看一部电影叫做《再见曼德拉》，对不对？好，那这个那个南非的这个总统呢，哈，其实他是在监狱当中过了20几年，好，那也很辛苦哈，那可是他坚持的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所以他能够在这个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再出来的时候，他还是就是坚持他所要的这个部分。好，那一般大众也是一样。好，那对于这种所谓三宝的那种轻重缓急，哈，自己也是必须要做一个厘清啊。好，不然的话，大家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某些人他可以得到哈，我好像那个人家在修行上有所成就哈，啊，我好像我们好像还在周边这样晃的感觉哈，
那就是人家在我们只看到就是人家得到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人家在付出的时候。所以法的部分，其实我们对于就是所谓三宝的部分，我们自己也要怎样有所那个轻重缓急上面。好，那在那个上面哈，像那个师姐，她也是因为她虽然在顾那个面汤，可是她也很精进哈。那个有时候师父来，她都会所谓的供养。那再来呢哈，她也会做一些功课哈。那个师姐也是很精进哦，所以那个当下师父呢，就也随着这个因缘性呢，就帮她皈依哈。所以同学不要很多东西当太容易，像是我们刚才讲的那部电影《这些曼德拉》，我们现在觉得那个民主自由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哈，那可是其实在某些那个地方，他们是像这个就经过了二十几年的一个怎样一个他的一个奋战哈，那个南非才有现在的所谓的选举啊哈，那个就是那个种族上的黑人跟白人的一个平等哦，所以很多东西哈，像在我们在享有这个法佛法身的这种规则这样的一个滋润的时候，同学要想到其实它不是这么容易的哦。那有容易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福报，那可是佛经里面在形容我们的福报就好像是那个蜡烛，风中的蜡烛烛火啊，哦，一吹就灭了哦。所以这个部分不是我们只可以怎样可视的哦，视就是可以依凭的哦，那个唯一能够依凭的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当下哈，对于这个轻重缓急的我们自己的一个安排。好，那这就是大家在修行上面哈，不然的话累生累劫当中的一个那个轮转哈，它还要继续多久呢？好，这就是大家必须要去思维的。好，所以佛经其实在论上上面大家会觉得比较好像容易这样看不懂的原因，就是因为祖师大德其实他有些的一个观念，好，那有一些在言语上他会比较多的一个变化，好，那个以佛来讲，他就是很直接告诉你，好，哪些东西是修行当中的怎样重要的这些原因呢，啊？好，所以还是回归佛经呐，啊，好，那论的部分我们可以是做一个参照，好，也就是说像我们看到这个天意术的部分，好，那我们可以参照这边哦，他所说的天意术是怎么一回事，哦，这样的一个参考价值啊。那真正的我们要在就是能够修行上面的一个运用的话，其实还是回到经上面哈，经上面哈，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算你现在佛经的部分看不懂，可是后面在你在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也许哪一点契入的时候，其实都很难讲哦，都很难讲哦。那这边他有讲到啊哈，就喻这在比喻就是观三宝有如天意术哈，你要在这个累生累劫当中的轮回当中啊哈，你能够如意的原因，都是因为怎样我们对这个三宝的这样轻重缓急排在最重要的地方哦，那也是我们最紧急的事情哦，所以他有办法怎样所谓的如意啊哦，他这些就比喻他画自在天有一术哦，能够随诸天意所得故，所以叫做如意术哦。那个天人的福报很大哦，所以当他需要什么的时候，这一颗如意术就变现出来，不管是衣服啊或饮食种种哦，这个天意术都会这样，如意术都会这样，都能够变现出来。好，那诸天行久故啊哈，感得此术哦。所以同学要知道啊，这些天人为什么会有如意术，是因为他们这样该做的哦，那些该培植的福报呢，都有培植起来了哦，所以能够怎样在他们的业力因缘当中，这棵树就能够怎样感得这棵树哦。所以一般有些大众就会觉得哎呀人家怎么样哈，哦，啊，那有时候我们在比较的时候也要问我们自己有做了多少了，对不对？好，哦，在你看人家天人的福报已经很大，可是怎样天行久故，有没有？好，哦，我们知道能够升天的话，在六欲天最起码十善的部分要做得好，那如果要再往上的话，就是六欲天以上都要这样所谓的修定了
所以这就是有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能够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那这边三宝亦如是啊，众生行久故啊，感得暂六，暂六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丈六就是这样，身长1丈6尺，就是化身佛的一个身量，所以在这边所说的丈六，其实就是所谓的化身佛的部分哦。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诸天行久故呢，就感得此数。那三宝也一样，众生行久故也感得这样丈六，也就是所谓的佛身呐。哦，那所以呢，故名呢，三宝有如怎样天意树啊？这三宝就好像我们的天意树一样，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同学要知道，要能够一切如意，就是我们要这样依循着这三宝这个规则啊，才有办法要不然累生累劫当中，同学想看看。我们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已经这样轮回不了多少多久时间了。像那个就说啊，我们所流的泪水好像是海水，我们所积的深谷呢，就好像那个须弥山一样。那还在时间还在轮转当中啊，所以必须要自己要有做一些这样行思啊，要知道自己的一个急迫性，不然的话，众生大众还是对于法。佛法身的部分，好像讲有也好，没有也好，但是，有时候错过了这个机会的时候，再来，同学要知道，不巧什么时候还有办法这样，能够有这样的福报，再得遇到佛法啊，然后再得遇到这样修行的机会，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众生习惯，很多东西都习惯啊，有好像是觉得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同学，如果去细想你看在地球上面有多少人没有办法直闻佛法，你就知道其实佛法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容易可以取得的，那只是说，现在还有大家在那个台湾大众还有一些福报在，所以听闻佛法很容易，线上也可以，那现场也可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福报在。好。那但是还是要珍惜啊，因为法的部分不是像，就是像刚才讲的那个我们日熏呐，好像每天都有在的那种感觉那就会觉得很容易呀，好像YouTube 这样一打开就有了可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法也是似是而非了那你要能够直欲正法能够听闻的。就是真的能够怎样，在你的修行上有所增长的，其实这样都还是有一些福报在，才有办法听闻所以不是这么容易的好，那三正者呢，就是我们说三圣若无性云何而得说三圣者非那如来说一法这个无性呢，其实就是没有实体在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觉得啊，佛啊、菩萨啊，这些所谓的菩萨啊，或者身为缘觉这三圣啊，好像都有实际上的一个存在，对不对？大家认知上都认为它存在，可是我们刚才就是要讲，其实在这边的已经在破众生的执着，已经是要再进一步的告诉大家一切如幻了，所以。其实三圣好像我们的一个修行的这个过程所得的这个，如果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你这样，那个又变落入到法执当中了，所以我们就说到后面这里已经不是在破众生对五蕴上的执着了，而是对众生对这样法的执着，法执的部分，那法执的部分的话，如果在听的时候好像觉得。好像没有这么样一个深入的一个这样契入的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身心都不在修行里，那还在无欲当中，所以在讲这个法执的部分的时候，同学就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的关系这样可有可无，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其实
在气入上，也就是说你在对于这个三宝的一个怎样轻重缓急这个排列上，其实呢也是你能不能气入到这个所谓的怎样那个甚深法或者所谓的一生法当中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气入的话，那就代表怎样我们把那个佛法的东西怎样没有太多的怎样把那个时间啊或把我们的精力或把我们的很多方面都放在其他方面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在随忏里面就有一句啊其实他就说众生应该要忏悔啊为什么要忏悔呢？因为你看释迦如来现在已经成佛了，那我们在干嘛？我们还在这世间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边就这样清清楚楚的了之，因为众生的轻重缓急啊释迦牟尼佛呢，人家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的轻重缓急就很重要，对不对？很清楚那重要的部分他就在啊佛法身的部分也就是在三宝，也就是在对于法的一个就是成那个修行成就上好，所以累生累劫都在怎样培植自己的福报，然后资粮，然后修行那后面呢，这边我们要讲的其实已经不是在他的那个修行上面，已经在刚跟大家讲，就是在更进一步一切如幻所以这个部分同学化作这么多的文字的时候同学之所以没办法契入，因为众生呢都是怎样把这世间当作怎样实在的存在的不管是我们大众的这个色身，大众的五欲都还存在啊，对不对所以在讲一切如幻这件事情，无实体的这个部分呢，同学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讲没有办法听得懂的感觉那这就正常，因为众生呢还是都是在五欲上面或者是上面的一个那个琢磨上面比较多一些好，那所以他就说啊这边三圣那众生根也故啊那一因呢说呢就这样随类解所以如来说啊三圣不明说足根众生根其故，有小有大好像跟你讲有三圣，那同学三圣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假名啊，对不对就好像是今天因为有声闻缘觉菩萨的根器的众生存在，所以呢佛才传这三种法，那再来呢才有这三种假名的存在。如果众生的根器都很利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当中轻重缓急很清楚，也就是以用这个三宝为规则的话那身口意都跟这三宝相契的话，那就很快啊，那就不用所谓的三圣啊，对不对那个就是所谓利根器的人但是一般大众也就是说还是会有怎样根器的问题，所以这边就有这样有假名三圣那这三圣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实在法只是因应众生的需求而怎样一因演说随类解，对不对就算佛讲的是一因，也就是讲的所谓的是一圣，所以众生的理解还是在三圣里所以是这个是这样足众生根器啊，有小有大那如来虽说三圣，非如来本意我们知道佛的开示悟入都是在告诉大家什么一圣法只是众生呢的一个怎样根器的问题啊所以这边就讲了那个不是如来本意啊。那何者是如来本意呢？涅槃寺就是涅槃那个涅槃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所谓的实相啊这个实相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无相啊，对不对那众生太多的执着了那听也是都在名相上面这样有很多的这样琢磨可是大家都把那个例如说涅槃当作是一个名相，那有没有大众认为涅槃是我们可入的呢？这个就是角度的不同了
哦，一般大众都会把涅槃啊实相，好，就写实相。可是其实涅槃是一个这样可修之法，哦，也就是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个这样一个境界，哦，所以佛才说啊，对不对？好，那但是一般大众听到所有的都是哎。像刚才说的三圣假名啊，阿弥陀盘也是一种假名，没错，也是一种假名。可是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哈，其实是这样，就也就是说所谓的以假修真啊，哦，需要这些假名来讲求得所谓的这样佛的智慧啊，哦，好，那迦摄问义啊，哈，三圣若无性啊，哈，云何而得说啊？哦，所以。三圣无实体，那哪来的德呢？同学想看看，对不对？如果有实体在的话，才有所谓的德啊。啊，如果三圣本身都无实体的话，没有所谓的德之说啊。所以如来答意，一切诸佛啊，不为众生说三圣啊。所以佛的本意，并没有想为大家讲三圣，而是众生的根器，所以佛讲三圣。哦，所以今者涅槃实相，小非小，大非大。哦，所以这个所谓的实相当中没有无相啊，所以没有所谓的小圣，没有所谓的大圣。哦，这个都是一些这样一切如幻啊。哦，众生呢在幻中呢所生的什么妄想啊。哦，好，所以当知三圣是一相，哦，无有大小。那第三呢，就说所谓的涅槃理处啊，不到大，不到小，哦，没有所谓的大，没有所谓的小，哦，以在涅槃理处，我们知道讲到理就是佛的一个境界啦，哦，在涅槃来讲，其实没有所谓的大跟小，哦，啊，众生智差别故叫差别，哦，那个众生的。根器不同，所以这样也讲的这样，也就是佛所教的有没有？哈，佛是因应众生的根器而教啊，哈，所以众生的智有差哦，所以教有差别哦啊，其实佛都是因因演说啦，哦，所谓的差别也是众生自己这样认知的差别，所以理无差别大小故啊，哈，就好像是其实。同学想看看佛在对这些声闻众当中啊，佛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讲菩萨法呢？有时候那个菩萨契机的菩萨来的时候，佛也会讲菩萨法。可是这些声闻有没有听到？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说的佛一因演说，他没有因为怎样啊，今天有声闻在，他就这样不讲菩萨法。哦，也是照样讲，也不那个众那个声闻在，佛也讲一圣法，可是这些声闻众有没有听进去的问题啊？哦，所以不在佛法，就是说理无差别大小哦，那可是怎样得说大小哦，因为众生根器有差，如果你不说小圣法的话。同学想看看，一般的人连那个门槛都踏不进去了，哦，所以，既然理无差别大小，那很多大众都在名相上面拼命的着手，那请问啊，那个是弃入到哪里去了呢？对不对？好，哦，所以这边他就有讲到理其实呢无差别这样大小故啊，哦，那名相只是让我们能够这样。更加的了解佛法，那但是不是我们在修那个学习佛法当中的一个重点，哦，所以就算有些人说，哎呀，师父，那个好像国学长就是国学的程度没有这么好，哦，但是呢，其实佛在讲的并不是要大家的这样国学的程度，你看看那个所谓的六祖慧能大师，他认不认识字，对不对？可是呢，当他在读经的时候，人家念了一段经文的时候，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当下就可以这样解释给他听，告诉他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并不是在怎样国学，就是这种文字上文言文上面这样的问题啊，而是在于我们对这个法的一个契入啊。
如果我们对法是契入的，其实都能够这样，都能够解啊。只是有时候我们这样在法上如果没有这样的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这样的一个契入的时候啊，那个说真的都会是问题啊。不要说是段落的问题，也那种就是对这个法的一个理解都是一个问题在。所以我们就六祖慧能大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一个示现，告诉我们其实法并不是在文字上。如果我们在那个修行上通彻了以后啊，其实所有的法就通彻了。可是如果我们在没有在修行上着手，那其实法对于我们来讲就好像是那种我们会就是在所谓的怎样国学上的问题了。所以像有些在其他地方有时候讲啊，同学问的问题都是在国学问题，也就是像这些所谓离无差别大小，那他就会问这些名相啊，或者是那一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但是呢，其实佛法的部分，就像是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他不是指什么都能够答得出来？因为他在法上怎样，他的增长所以他能够很非常的了解。好，那相则差别，正是无差别，更无异也。就是。其实啊，以理来讲是没有差别的，都是众生自己起的差别性啊，所以犹如热未生啊，云何名受热？那众生不知热，云何说受热？同学想看看，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热了吗？这个就是同学要去思维的。这边其实你都还没有热未生啊，真正的快乐其实人家都说进入到三禅的时候啊，你那个整个身心的一个通畅啊，那个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热。同学连修的这个门都还没有进去，所以这个叫做热未生啊，热未生不晓得真的热是什么，然后所以就执着于这个五欲为热。可是五欲呢，对我们来讲是快乐吗？同学想看看，就好像我们在说啊，吃好像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可是吃完了呢，其实也是这样，后面我们的身那个色身啊，在消化，在都有时候还会产生疾病啊，有时候还会需要那个所谓的有吃就有所谓的排啊，对不对？那甚至于在禅宗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就好像是这个色身其实就好像在一个行走的厕所一样啊，对不对？观身不净啊，对不对？所以哪来的热啊？那你说吃是如此，那其他的也都是这样，那爱子也是啊，你对众生的爱，我们不管是哪一方面哪一角度来契入，例如说夫妻啊，或者是母子母女啊，或者是父子父女啊，或者是怎么样任何一个关系来讲，如果彼此是怎样相爱的，那分离的时候就很痛苦啊，那如果彼此不相爱，那还就是说彼此有点距离那还好啊，如果彼此不相爱，然后彼此的一个怎样憎恨，就是互相的憎恨的话，那从一开始就苦了啊。所以以这些各种角度来看的话，以世间法没有真正的快乐啊，你真正的热要生或者是有所谓的受热，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所证得的部分才有真正的热，那同学就会说啊不是这边在讲一切如幻无实体嘛，那既然如幻无实体的话，那哪来的热啊，对不对，那连修行的热也是什么一切如幻啊，说的没错，但是呢如果你不跟众生讲热，众生就觉得啊，他人生当中这样无所这样连一点乐趣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众生的执着，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众生的需要来讲的
那这个受乐后面也讲不可执啊，就好像是你在禅定当中得到的热，那热过了以后呢，同学，如果我们有所执的话，执在禅定中的热，越会不会想出定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对不对？好，有些人在哇，那禅定好舒服哦，所以这样不出来，那不出来，同学想看看，你如何这样度众，你如何这样，就是后那些种种那个就是后面的那个培植福报的部分如何培植呢？对不对？好，所以这种乐也是这样，一切如幻，要以一切如幻来这样来做思维啊。那如果我们在这当中还有任何执，就是有个乐可执，跟你讲法乐是因为众生执着于五欲乐嘛，所以跟你讲说，哎呀，你这五欲乐哈不究竟哦啊不实在哦，那如果能够证得法乐哦，那真的就快乐了哦，那众生就会想要啊，对不对？可是告诉你有法乐，不是让你执着在这边。那如果你执着在这边，然后就在禅定当中不肯出，然后不肯度众生的话，那如何接下来的修行如往哪里去呢？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好，所以我们可以靠这边看到啊，凡夫是这样有苦无乐啊，那菩萨呢是有乐无苦啊，何以有乐？那菩萨的智通达达到果故啊，知乐。那众生呢不知故啊，苦。众生智慧不到那边啊，那很多东西这样没有办法通达。众生的想法其实都很有自爱性啊，既要这个又要那个那在这世间爱取有那所以让自己产生了很多的这样业力因缘所以处处自爱啊。可是如果众生自己不觉得苦的时候啊那个怎样我们就说啊，三宝是我们的如意树没错，可是如果众生没有在依循着这个三宝树，就是在这世间的没有依循这三宝的时候啊其实怎么能够知道它是怎样我们的怎样如意树呢？对不对？所以又在世间法当中很多的琢磨，又开始这样照相这爱取有，然后又在世间拼命的轮回下去了好，所以要知道眼众生苦啊，不是苦啊，等是万故啊。所以菩萨乐不是乐，众生苦不是苦所以一切如幻嘛都是这样，都是妄好，以这样的修行最快了。一切如幻，一切是妄的一个想法，这种修行是最快的。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世间当中学到什么，就这样执着在那边，又需要其他的法来这样来克对治啊。好，那这边有问如来说罗林说法，何以不存戒？持得福戒，不得福戒所以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福戒可得啦。好，这个福戒持戒是因为众生对五欲的一个执着嘛。好，那但是呢，连众生都没有实体存在，那谁在持这个戒呢？对不对？好，那这就是因应的众生还是认为自己是实有的，所以有一个怎样戒可持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在这当中有任何的执着的话，这样的修行其实是怎样是最快的所以他这边讲啊云何生满而作那个眼目倒啊那这迦舍问啊所以一解教那个声闻缘觉六波罗蜜啊那随其相解名为这样生满好，那一样啊你说教声闻缘觉啊这个所谓的那个六波罗蜜那可是这个六波罗蜜你如果呢都是在向上解的话，这就叫做生满因为怎样还是不解的六波罗蜜啊。同学，光是这个般若波罗蜜本身就无所得了那你
声闻缘觉这样，还有个涅槃可入，还有所得啊，有没有？还有得的心啊，哦，所以你要用这个相来解，就是，声闻缘觉他们做这些呢，都是为了怎样让自己在生死上面解脱啊，所以我们就说，哎，这个虽然教的是菩萨法六波罗蜜，可是以声闻缘觉行来的话，还是小乘法，对不对？哦，因为他们怎样？有所得啊，有可得的心呐、啊，哦，好，所以这边讲到，好像盲人呐、啊，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青黄赤白啊，哈、哦，那如果有人欲呀、啊，哈、哦，就是青黄赤白转迷呀、啊，哦，这些讲得到无这个青黄赤白啊，哦，所以这个其实有人眼睛瞎了，他不知道这颜色。可是你告诉他有这青黄赤白的时候啊，他反而这样转迷，有时候开始这样，哎，有这些颜色又开始在执着了，对不对？哦，那若到这样，这个无青黄赤白就这样称所解，哦，这就是那个开给他一个药，哦，那个当他那个还执着在有这些色颜色的时候，他告诉你无啊，哦，这其实就是这样。破众生这个执着哦，破受众生的执着哦。好，所以三圣明有因有果，差别有得不得啊？哦，就三圣知道有因有果哈，哦，啊，差别有得跟不得啊？哈，哦，有没有？三圣就讲什么皆有因啊？哦，种下这个因，所以要讲求涅槃的果啊，有因有果啊，对不对？哈，哦，就是因为三圣在那个我们知道在那个。声闻的话，他就是，哎，我修我自己，把我自己的那个修好，我就可以这样入这样涅槃嘛，哦，所以有因有果，哦，那差别有得不得啊，哦，所以这个在差别上就是这样，哦，那个在我们知道就是佛跟那个是阿罗汉的差别就是。阿罗汉有得的心，有没有？有可涅槃可得啊。以佛来讲的话，其实这样没有涅槃可得啊。哦，所以，经现在讲涅槃，若有长有短，哦，有得有不得转迷呀、啊。哦，这些都是众生，反而在这个讲跟你讲涅槃，你又开始讲落入有涅槃可得啊，对不对？哦，反而。就是这样转迷了哦，又开始执取了，又开始执取涅槃哦，所以就告诉你涅槃这样，其实这样无青黄赤白，无得无正，无长无短故哦，这名为这样开因呐、啊、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破众生的法执啊，对不对？好、哦，我们上次有讲到，其实这个同学不熟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法当中，所以这样还没有法执的问题呀、啊。啊、哦，所以一般大众会觉得这个东西这样不熟悉、哦、啊。可是对于那五欲方面的执着，我们就会知很清楚。例如说，现在如果跟各位同学讲，哎，如果我们起贪嗔痴的话，我们就要用这样，不要去杀盗淫妄酒去处理的时候，同学就觉得这个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好，可是进入到所谓的修行当中，跟你讲无所得的心的时候，你会觉得，嗯，这个为什么要无所得？我修行，我就是为了要入涅槃啊，对不对？哦，那为什么跟我讲无所得？哦，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样法里面，那根本就不知道法里面有哪些法子。哦，所以这部分同学就会觉得，嗯，这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区块，对不对？哦，所以并不是在文字上的不熟悉，而是在我们对法的一个不熟悉。好，对法的一个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讲些一个怎样的一个这样一个音，好，在讲些什么了。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藏六修道啊，哈，这持戒布施不是因啊，哈。那因佛性无得无修名为因啊，哈，所以你说你要证得佛啊，哦，并已经不是在所谓的持戒布施了，
哦，而是在就所谓的无得无修啊，哦，好，所以同学，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在看这个论当中啊，哈，这个祖师大德的一个开始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经文当中，同学再回到经文里面，你会觉得，经文比较好懂，哈，啊，反而是论里面的祖师大德，因为他用很多的那种各方面的一个说法，所以同学反而，哎，这部分好像有一点比较不好懂一点，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哈，我们就从。之前讲的上面一些些话，我们再往下顺哦，因为这个段落，因为有一些同学反应不懂，所以我们就再花多一点时间再重复哦啊，重复的过程中，同学就能够再这样再一次的熏习，哦，再一次的熏习哦。其实法的不懂呢，是要靠这样一直的熏习，哦，一直的熏习，而不是说你一次听你就要懂。哦，没有，现在一次听就会懂的，是因为他现在就在法中了，对不对？好，当然同学会说，不是佛经说我们现在都佛性都在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法中啊。可是你要觉察，要觉察。哦，那如果没有觉察到自己在法中的时候啊，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怎样，好，没有那么的一个这样。那个切要啊，哦，但是啊，同学要知道啊，三宝是我们的什么天衣术，是我们的如意术啊，哦，你在世间的轮转当中，你要如何的如意呢？哦，其实就是这样，依循着三宝，哦，依循着三宝。好，所以他这边云何处浊世不染如莲花？云何处烦恼？烦恼不能染？哦，就。如医疗重病啊，哈，不为病所误啊，哈，生死大海中啊，哈，云何做传世？哦，这个就是我们在处于这个浊世啊，哈，那在这浊世如何能够怎样不染？哦，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对不对？哦，不污如这样莲花。那云何处烦恼？烦恼不能染。好，同学想看看，好。就已经很烦恼了，怎么叫烦恼不能染？哦，那如医疗重病，不为病所误啊！哦，医生讲治重病，可是怎样，他不会怎样被这些病所误啊！哦，那生死大海中啊，云何做船师？那云何舍生死？哦，所以在这大海当中啊，哈，你要怎么样做一个船师，让大家这样从此岸？能够这样渡到彼岸去，哦，那云何舍生死？哦，从此岸到彼岸啊，这就是这样脱离，不再生死轮回下去了。哦，那这边也讲到，就是如蛇脱骨皮呀。哦，那蛇脱皮这件事情，同学有生有灭吗？在向上好像有皮呀，对不对？可是也是如幻啊，对不对？哪来的生啊？哪来的灭？对不对？哦，所以蛇脱皮有没有？哦，你可以说这个蛇身上这个皮现在为这样，蛇皮为灭嘛？其实，我们知道啊，哈，我那种生灭的问题，我们之前有讲到啊，哈，你很难去用一个这样。在相上面，我们好像觉得它有所谓的生灭，可是你如果以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哦，那理上面没有问题，就好像这个蛇在脱这个皮呀、啊，对不对？哦，它没有所谓的生灭，它就是脱一层皮而已啊，视线给你看而已啊。哦，那它还是那个蛇啊，对不对？哦，只是它把那个外皮给这样脱掉了。哦，那你可以说它是生的，就是另外生出一条蛇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其实是让我们对这个理的部分有一点这样更加的认识啊。哦，所以云何观三宝，就好像犹如这样天衣术啊。哦，这刚才讲过了。哦，三宝其实是我们累生累劫轮回当中的天衣术啊。
好，所以轻重缓急哦，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个思维的哦。那三圣若无性，哈、哦，无性就是无实体啊。哦，我们都一直在认为有所谓的佛圣啊，有所谓的菩萨圣啊，有所谓的声闻缘觉圣哦。那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其实三圣无性哦，所以其实啊，哈、哦，前面讲的贯穿到这边，其实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所谓的呀、啊，一切无实体啊，哦，一切无实体啊。那云何得而得说啊？哈、哦，那为什么而说呢？既然无实体，为什么说啊？因为众生认为实啊，对不对？哈、哦，众生颠倒啊，哦，那以这个色身为实，所以这样要说啊，哦，那犹如乐未生，云何名受乐？哦，好啊，连乐都还没有生，哈、哦，同学都还没讲谈到所谓的真正的乐是什么啊，哈、哦，所以。要跟大家讲受乐怎么讲呢？对不对？好，所以云何诸菩萨而得不坏众啊？哈，这个会坏呢，生住意灭有没有？哈，会有无常的视线呢？哦，这些都是在向上解。那你如果能够入理的时候啊，哈，当然就是我们讲到心经当中怎样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哦，唯有到了理，才有所谓的这样不坏众啊！哦，要不然如果我们在向上，一定有生灭，一定有坏啊！哦，所以云何而生慢？哈、哦，而作眼目道？哦，同学如果听到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啊！哈、哦，不用等到后面。哈、哦，你其实常常都是前面这个地方如果卡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后面就开始这样，因为。会我们这种有时候那个听经的那种，就是你卡在这个点的时候，你会后面的就完全这样没有办法能够听得懂哦。所以一般都是在还开始听啊，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很懂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问哦，其实就可以问哦。所以云何为生嘛，而作这样眼目道哦？那云何是多头哦？就是。那种所谓的身盲啊，哈，那眼睛盲了，哈，那这样的人如何能够这样做这些其他大众的一个这样道呢？哦，那云何是多头？明明就只有一圣佛圣，那干嘛要是所谓的声闻菩萨圣啊？这些种种啊，对不对？哦，那还甚至于还有所谓的天界啊、人啊，这么多的哦。那唯愿大仙啊，也就是佛啊说啊，云何？说法者增长如月初啊，哈、哦，好，那云何复视线啊，究竟到涅槃？哈、哦，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如何能够在这当中啊，哈、哦，一切如幻当中，同学如何能够怎样在这当中怎样能够依循着这个三宝所教的，然后能够在这如幻的一个角度当中一个这样能够契入啊，哈、哦。那所以他这边云何复视线究竟于涅槃？云何永见者世人家天魔道？云何知法性而受于法忍？哈，好，所以中间的有哈，当你就是还没有证到所谓的一切如幻，中间的有的时候，你就怎样就做有想啊，然后所以这样。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哦，不是跟你讲一切如幻哦，那你就这样念着这一句，前面的这样该做的都不做，对不对？哦，也就是说，你要如何能够一切如幻？当你一切该做的都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一切如幻。不是在就是我们还在一切都是真实的时候，听到一切如幻的时候啊，一切如幻，所以一切都不用做了。不没有这么说哦，在一切如幻下，其实是修行最快的哦。也就是说，我们就不用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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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了，有没有？好、哦，我们常常有时候举例啊，你去逛百货公司啊，一楼逛一逛啊，哈、哦，鞋子哇，好多鞋子哦，然后就啊、哦，这个也要买，那个也要买，啊，二楼衣服哇、哦，好多衣服哦，哈，啊，每一间每一间去看，对不对？
这就好像修行啊，对不对？也跟你讲有那个天啊，在天那边看一看，看一看啊，人啊，看一看，看一看，然后那个声闻缘觉那边也去看一看，看一看，然后菩萨那边也看一下。同学，这就花很多时间呐，最快的方式就一切都这样，不止从1楼直接按电梯，直接到10楼去了。但是一般的众生啊，还是在这样习性上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样，该做的这样都要去做，那才叫做一切如幻。而不是坐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哎呀，一切如幻。"所以这样，既然一切都如幻，就好像是声闻缘觉众啊，我为空，那众生也为空。既然我为空，众生为空，那干嘛要度？对不对？无众生可度啊！可是这边告诉我们，其实是在一切如幻的立场，该做的都要去做。也就是我们该有贪嗔痴的时候呢，我们就面对我们贪嗔痴去持五戒，对不对？那有要修菩萨道，像那个六度六波罗蜜的时候，我们就行这六波罗蜜啊。那但是在行当中啊，如果我们知道一切如幻的话，修行是最快的。好，所以后面讲到啊，云何诸菩萨远离一切病？云何为众生演说于秘密？云何说毕竟，给予不毕竟？究竟不究竟啊？那如其断已晚，云何不定说啊？那云何而得尽最胜怎样无上道？这最快啊，怎样修行最快？然后能够怎样证得怎样所谓的无上道？我今请如来啊，为诸菩萨故啊，愿为说甚深啊，微妙诸行等等啊。也就是今天他请佛来呢，就是为这些菩萨呢说甚深法。所以我们知道《大般涅槃经》也是在怎样甚深法之中啊。也讲的也就是所谓的一乘法，那所以微妙诸行等啦，一切诸法中啊，悉有安乐性啊，唯愿大仙尊啊，为我这样分别说啊，那佛为众生的大医子啊，那两足尊妙药，福字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呀，福字双修嘛，你不是。你去只修福不修智，只修智不修福都不对，我们要两只脚要能够往前，其实怎样，都还是怎样，福智都要修啊，对不对？好，所以今欲问诸蕴啊，而我无智慧，今尽诸菩萨亦复怎样不能知啊，如是等甚深啊，诸佛的境界啊。你说要问这些问题，哎呀，我们的智慧不到，精进的，你不要说我们，连精进都已经修到菩萨众也不能知啊，这是怎样这么甚深的诸佛的一个这样境界啊，我们还记得前面开始是佛要请大家问问题了嘛，对不对？要入涅槃啦。你们在那个持戒上啊，在什么上面有什么问题啊？赶快问啊，对不对？这个大家是就说："哎呀，我们的问题那个智慧也没有佛这些菩萨，那连菩萨都没办法，懂佛的智慧的话，我们怎么有办法问呢？"那这边就尔时啊，佛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如今未得一切种智啊，我已得之啊！你还没得到一切种智，我们知道就是佛的智慧啊！那佛已经证得了，男汝所问甚深密藏啊！如一切智之所知问等啊，无有异议。这些就好像是，你现在所问的啊，其实跟这些一切智所知问的没有差别性。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大家是谦虚了，
你问的问题其实跟这个佛所会问的问题其实这样没有差别啊。哦，所以善男子啊，哦，我坐道场菩提树下初成正觉啊。尔时呢，哦，我们知道佛在菩提树下讲正得正觉嘛，对不对啊？哦，那尔时无量阿僧祇恒沙恒河沙诸佛世界有诸菩萨亦问我是甚深意啊。哦，他刚证得那个成佛的时候啊，哦，就有这些恒河沙诸佛世界的这些菩萨都来问我啊，哦，这个甚深意啊。然其所问这个具意啊功德啊亦如是无有意也。哦，你现在问跟这些菩萨那时候来问我的这些那个功德其实这样没有差别性啊。哦，那因为我们你们大所问的都是这样则能利益无量的众生啊，都能够帮助这些无量的众生这样成就，所以没有差别性啊。哦，不要说哎呀我们的智慧不足啊，问出来的问题就怎么样。哦，以佛来看我们就说一切平等的一个角度，有没有怎么会有差别性呢？哦，差别都是众生自己起的差别啊，对不对？哦，啊，视线那边是菩萨像，那边是佛像，哎，我们是怎样阿罗汉，哦，啊，所以大家是自己起的差别心，所以认为这样有差别啊，智慧有差别，那个很多方面都有差别啊。那这边佛要告诉大众，其实这样没有那差别性哦。你只要是为众生而问的哈，哦，这些其实都是功德啊，对不对？哦，没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性啊。哦，所以尔时呢，迦摄菩萨复白佛言啊：“世尊啊，我无自力能问如来如是甚深意啊，哦，如是深意啊，哦，他没有办法问啊。哦”还是一样，哦，你看众生的执着，佛就说其实啊没有差别性。为什么？同学想看看菩萨问的问题是因为这样众生有这样的问题，那大迦摄问的问题众生有没有这种问题啊？也有啊，所以哪有差别意，只有有没有这个问题没解决，修行上没有办法成就的问题都是问题啊，对不对？哦，都跟众生有关呐，啊，哦，所以哪有这样的差别？哦，就好像常常有人问呐，啊，哈，哦，师傅啊，啊，有时候要问问题啊，哈，啊，可是又觉得啊，哈，我问的问题啊，哈，有些会不会就是说，太浅啊，啊，我问的问题啊，会不会就是一般的人这样，我，嗯，可能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哦，啊，其实。我们就说啊，哈，只要你的问题啊，哈，是你在修行上，哦，啊，你如果没有解决，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前修行的话，都是问题，没有所谓的大小优越的问题。哦，有些人问说，哎，我的问题那么粗浅，哈，哦，其实没有所谓的粗浅的问题，只有我们在修行上，哈，哦，啊，能不能成就，啊，不能成就的问题，其实都一样。哦，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大众就有些他自己的了别啊，哦，啊就不好意思问，哦，啊其实只要有问题其实这样都可以问，哦，好，那大迦摄啊，哦，也是还是很谦虚啊，他就说啊，世尊啊，譬如文盲啊，哦，不能飞过大海彼岸周遍虚空啊，哦，你看一只蚊子啊，哦，他也没办法飞到从大海的此岸这样飞到彼岸啊，哦，那周遍虚空我亦如是啊，哦，不能知问如来如是智慧大海法性虚空甚深之意，我也是啊，哦，啊佛智的问题这么这样甚深这么样的宽广，那没有办法问，哦，所以世尊啊，譬如国王记中明珠啊复点长城啊，哦，这其实就在讲那个佛性啦，啊，我们看到明珠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很明白的清楚啊，就是佛要把这佛那个如来迦叶赫旦啊，那个，交付给那个大众们，那
那个架设啊，哈，就是这些阿罗汉都认为自己想承担不起啊，哦，赶快推给菩萨们嘛，对不对？哦，就好像是那个国王啊，冀中的明珠啊，哈，要交给这些那个臣子去典藏啊。那臣呢，得以呀，哈，顶戴恭敬，增加手物。哦，那如果有臣子能够得到这个明珠的话，哦，那恭敬，哦，能够这样增加守护，那我亦如是啊，顶戴啊，哈，恭敬增加守护，如来所说的翻等啊，哈，也就是所谓的大圣深意呀，哦，那何以故呢？令我广得生智慧故啊，哦，佛说讲这些哈，大圣的义理哈，其实呢，让那个这些阿罗汉也是这样广得生智慧啊，哈，所以尔时呢。佛告迦摄菩萨：“善男子啊，谛听，谛听啊！当为汝说啊，如来所得长寿之业啊，哦，也就是如来呢，如何能够得到长寿之业？那菩萨以事业因缘故啊，寿命长啊，哦，是故呢，应当自心听受。哦，也就是说，菩萨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业力因缘啊，所以得长寿。”哦，所以同学就引起大家一个好奇，到底如何能够怎样寿命长嘛？是故呢，应当自心听受。好，哦，所以我们要怎样能够自心的听受？若业能为怎样菩提因者啊？哈，哦，所以应当诚心听受之意啊。哦，那既听受，好，哦，以转为人说啊。哈，哦，也就是我们听这个一那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所谓甚深意啊，那听完之后呢，吼，还要怎样？要为他人说啊，哦，这就菩萨，对不对？哈，哦，菩萨就是我学到什么，我就怎样教给众生什么，哦，例如说菩萨会布施，他就教给大众这样如何去布施啊，那菩萨持戒就教众生如何持戒，哦，所以。一样听受这个甚深意之后，也这样转为众生说，啊，所以善男子啊，我以修习如是业故得阿耨多罗三菩提啊，哦，那我是这样的修行，所以这样成佛了，啊，那所以现在呢，也为这样大众来广说十义啊，哦，好。所以我们就说啊，哈，现在佛告诉大家，哈，如以大家先想要的一个什么长寿，有没有？有没有发现佛很厉害，对不对？哈，知道大家想要什么，先丢一个议题是有没有人要长寿的？大家哎，我要，对不对？好，那后面他就这样带着这样所说的这样，他是修如是业得阿耨多罗三藐是三菩提，所以同学想看看，他到底是要教给大家长寿这件事，还是要教大家讲成佛这件事情？哦，那长寿这件事情还在向上，哦，其实佛要教给大家的是怎样佛性的这个问题啊。哦，所以你看，他绝对佛，他绝对先引起大家注意，对不对？哈，哦，啊，我是如此修业，所以得到这样的长寿啊。菩萨也是如此的修业，所以得到如此的长寿。哦，啊，大家一听到长寿这两个字，就会说啊，那佛赶快开示啊，到底如何长寿，对不对？可是他后面带到这样修事业成佛的，哦，好。所以他就说善男子啊，譬如王子犯罪啊，戏狱，哦，被关起来。那王呢，就甚怜悯爱念子故啊，公自呢回家自其系所啊，哦，所以那个国王呢就很爱这个小孩啊，哦，然后就这样回家，这就有一点这样说菩萨的什么乘愿而来啊，对不对？啊，哦，因为。所谓的戏，那个儿子，那个国王的儿子被王子犯罪戏狱啊，同学们有没有想到，其实那个经里面就说啊，其实每一个大众都在怎样被戏附在这个怎样六道当中啊，不是也是一种戏附嘛，对不对？啊，那那个菩萨们呢，啊，哈，他们回来呢，不是因为犯罪啊，哦，啊，不像这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国王去爱。
疼爱这个小孩呢，所以这样回嫁去到系所当中，他不是因为犯罪而进去的，而是因为这样怜悯着孩子而这样而进去到狱里的。哦，所以一样，佛菩萨不是因为这样业力而来的，而是因为这样他的愿力啊。哦，也就是他如何能够得长寿，如何能够这样在修行过程，然后如何证得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哦，那他因为怜悯呢，还没有证道的这些大众们啊，还被绑在生死大苦海中的大众们，所以呢，特地这样跟这些菩萨众回来，这样告诉大家如何修正成啊？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例子就这样很明显告诉大家，对不对？好，哦，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好，哦，所以菩萨也是啊，哦，不是佛这样而已，菩萨也是趁愿而来，回来再度众生的。所以欲得长寿，应当护念一切众生同于直想。好，哦，这边就告诉你，你要种下长寿的因，如何长寿呢？就是这样护念一切众生啊。那你如何护念一切众生？你就是要讲把这些的大众都当作你的小孩子这样的，所以你就可以得长寿了。哦，同学想看看啊，之前不是讲了啊，所谓的就是法界是很公平透明的，对不对？你如何对法界的大众，法界的大众就回忆你什么。那你如果去护念一切的众生，让众生都能够得长寿的话，那自然而然这样，我们这样法界就还于你这样长寿的这样果啊，对不对？啊，嗯，所以这个就讲到，你要得长寿，也要这样让众生护念一切的众生啊。好，哦，那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啊，哦，慈悲喜舍啊，是无量心，有没有？好，哦，那大众也能够产生这无量心啊。好，哦，那再来呢，受不杀戒啊，教修善法。哦，也就是说你看，欸，一切如幻下该做的都还要做啊，对不对？哦，不是说前面跟大家讲完，欸，一切如幻，欸，无德的心也嘛，哦，一切如幻所以无德嘛。哦，那一切如幻下就是这样，哎，反正一切都如梦幻泡影，那就这样，那我就坐在这边那个都不用做啊，反正一切都如梦幻泡影。可是他后面告诉你的是这样如何去做啊。哦，所以这就是佛带给我们的智慧啊。哦，在知道一切如幻下该做的这样都要去做，这就叫做修行啊。哦，而不是说那种都是在第一地。哦，第一地不是在人的思维当中啊。哦，一切如幻是说我们已经切实的进入到佛的智慧，知道一切如幻，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识字变通，哦，识字变通的部分去判断这句话叫一切如幻。哦，如果还在识字变通的去认知一切如幻的话，那一切都还是妄念，都还在妄念中，哦，都还在妄念里，哦。好，所以这边他就说啊，哦，那你就还要在幻中啊，你这样或者是在妄，哦，虚妄当中去讲修啊，哦，去修啊，哦。好，所以这边讲到啊，受不杀戒啊，哦，教修善法，亦当呢安止一切众生啊于五戒十善，哦，也就让众生都去持五戒十善。哦，那复入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等一切诸趣啊，哦，也就是有些进入到这些三恶道的，哦，或者是进入到阿修罗啊这些，哦，那个要拔济世中苦恼的这些众生们啊，哦，还要去这样帮他们一把，哦，还要去帮他们一把。那托位托者度位度者，哦，就 还要去这样度众生啊。哦，还没有解脱的众生我们这样去让他解脱，还没有得度的众生我们去让他得度，那还没有涅槃的我们令他这样得涅槃。所以安慰一切诸恐怖者，哦，让众生这样产生害怕心的众生呢都能够这样能够
那个害怕恐惧的心都能够这样停歇下来。哦，这个其实就是给大众无畏师啦。哦，一般大众其实害怕的东西太多了，哦，生活当中有没有，哦，有很多的逼迫性，哦，但是大众如果没有觉察到这些逼迫性的一个重要的时候啊，哦，有时候就还在世间当中晃来晃去啊，对不对，哦，所以他这边呢，啊，哦，就讲到菩萨其实啊都会这样安慰一切诸恐怖者，以是等业因缘啊，那菩萨得的寿命就这样长久了，长远了，哦，所以这个菩萨得的寿命长远不是我们所认知的100岁啊，200岁这样而已啊，哦，那个都是我们无法思议的一个这样时间的，哦，那于诸智慧而得自在，哦，这样的智慧才叫做真正的自在啊，哦，同学想看看我们所说的自爱有没有很，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自在有没有很多自爱，有啊，同学想看看，哦，我们所说的自在可能就是有一些些的钱，有一千些的钱，对不对，哦，有时间 有一些金钱，我们就觉得，哦，我们现在活得很自在，可是同学要知道啊，我们还有烦恼啊，还有一些怎么样身体的病痛啊，还有什么我们还要面对所谓的这样生老病死的部分啊，对不对，那哪有真正的自在，哦，那真正的自在唯有怎样我们能够怎样像修行到这样佛菩萨的境界，在这些智慧当中啊，哦，都能够这样通达了，我们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在，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怎样在人生当中怎样处处受限啊，哦，所以同学如果说，哎，师父啊，我为什么学佛法以后烦恼还这么多，嗯，因为啊我们在智慧上这样还没有通达，哦，啊，所以很多东西还是用我们的识字变通通的部分在这样在思维啊，哦，也就是说还在用人的思维的方式去思维，所以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什么自在，哦，那唯有我们真的就是刚才说的以三宝为我们这个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的一个规则，哦，那依循着这样的一个佛的一个教法，那我们在这当中这样好好的修行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这样所谓的真正的自在，哦，那所以随所受终啊，哦，生于天上，哦，有些呢，哦，他们这样有些业力的因缘啊，哦，所以他这样命中之后能够这样往生到这样天上，哦，这也是他的一个这样业力因缘，啊，哦，那个生天上那个种子有没有先成熟了，哦，所以往生之后这样往生到天上，哦，好，那同学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回向，哦，来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